分类管理。在首页中点击左下方的企业设定，进到画面中点选分类，右上方有一个加新增分类的按钮，点击后即可新增新的分类名称。新增完成后可以更改该分类的颜色，点击颜色即可点选新的颜色。确认完成后可以点选空白的位置，即可做样式的预览。没有问题后点选确认即可新增完成。点击左边的十字按钮不放，即可做分类的排序。若是想要做新的更改的话，也可以点击编辑做修改，按下确认即可更改完成。想要做删除的话，也可以点选删除的按钮，即可将该笔资料删除。